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22 የትርፍ ጊዜውን ሲያሳልፉ ልምምድ 你的爱好是什么? 我的爱好是看书。你的爱好是什么? 我的爱好是看书。 你的爱好是什么? 我的爱好是看书。你常常看书吗? 对，我常常看书。你常常看书吗? 对，我常常看书。 你常常看书吗? 对，我常常看书。你喜欢去咖啡厅吗? 对。 我喜欢去咖啡厅。你喜欢去咖啡厅吗? 对，我喜欢去咖啡厅。 你喜欢去咖啡厅吗? 对，我喜欢去咖啡厅。你喜欢看电视吗? 对，我喜欢看电视。你呢? 我也喜欢看电视。你喜欢看电视吗? 对，我喜欢看电视。你呢? 我也喜欢看电视。你喜欢看电视吗? 对，我喜欢看电视。你呢? 我也喜欢看电视。你跟谁看电影?
我跟我的朋友看电影。你跟谁看电影？我跟我的朋友看电影。你跟谁看电影？我跟我的朋友看电影。你去哪儿？我出去玩儿。你去哪儿？我出去玩儿。你去哪儿？我出去玩儿。今天谁做饭？今天我做饭。今天谁做饭？今天我做饭。今天谁做饭？今天我做饭。你常常上网吗？对，我常常上网。你常常上网吗？对，我常常上网。你常常上网吗？对，我常常上网。